今天可以在这边办活动，首先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场地的主人五音咖啡，我是电影哈利，谢谢哈利，打招呼 ，Hi， this is Harry， the owner of this coffee shop， thank you very much。然后再来的话，要谢谢今天念海风的工人们，那首先就是雨婷、Charlie 跟在线上不在现场的 T-Mon。谢谢他们帮我们架好这个一切的这个直播和音响的设备。然后今天有一位赏蜜的那个记录组的组员来到现场，帮我们大家拍照。如果大家不愿意被拍照的话，记得跟他说一下。好，因为今天有线上的聊天室，大家可以很自由的连进去，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当把现场的画面还有声音转播给线上的观众的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有手机，都有电脑，像子瑜就常常拿着电脑就到处走，这样想让线上人可以比较有参与感，因为之前的线上线下同时发生的一份，就是线上的人常常搞不清楚状况，或是线下的人其实不知道线上人在干嘛，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也很临时的请了好几位朋友帮忙在线上当 host。现在目前 sign up 的有露露和小谢，还有那个子瑜。大家会不会找露露和小谢和子瑜？露露在后面，然后小谢在那边，子瑜在这边。他们三位就是会轮流在线上的聊天室，把线上的朋友的意见和讯息传达到现场，然后把现场再发生什么事也传到线上去。好。那我再用英文讲一次，因为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小谢有提醒我们，就现场讲华语，线上根本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小谢也开了一个即时的这个大家共笔翻译的共笔，也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连接。那Charlie在帮我切到电脑的画面，不好意思。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去那个 HackMD 的连结帮忙打那个叫什么的即时的翻译。那因为开场嘛，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就再用英文讲一次。So for those who are online and can't understand Taiwanese Mandarin, Jerry has opened a shared note for everyone here to type English.For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Taiwanese Mandarin. So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please go to the documen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ask in Jitsi, and I'm sure someone will come up and help you. 好，其实我今天那个 slide 准备了有一大堆，可是刚刚都差不多就是莫名其妙就快讲完了。今天是面海松2020在台南。谢谢大家来。然后今天其实是赏蜜的第零天的活动，所以明天、后天和礼拜天三天是赏蜜的，就是比较大的活动。那本来这个活动会办在今天，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既然要办赏蜜，外国朋友一定很多人会来台南，所以我们就在前一天再加一个黑客松吧，然后就很开心。后来就武汉肺炎，所以大家都不能来了。那去年的大概也是同一个时间。也在台南办了黑客松，然后那次是跟 GMV 周松团一起办，有两天，然后那时候面海松结束，礼拜天也有来无影做客，所以也是蛮有趣的。好，今天早上现在其实是新手教学，可是今天很多老手，所以其实不用讲太多。Okay, this is the introduction to basic rules and tools at a facing the ocean and hack. 那面海松是一个从去年开始，因为一堆 GMV 的台湾人遇到了一堆疯狂的韩国人和日本人，所以就决定要来做一个这个东亚的跨海的黑客松。那经过了一年，其实蛮多事情有发生，所以这上面长的 logo 都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在韩国的朋友，especially shout out for our friends in Korea.Who has established a new group called Code for Korea. They've done a lot in fighting COVID-19 with open data with the government. So
Hi everyone in Korea. Hello. Hi, Misang. Hello, hello. OK. 所以，这个联盟吗，或是网络，就是 G0V 的贡献者们联盟，韩国的贡献者们，香港贡献者们，还有 ，sorry， 可以吗？好，还有日本的贡献者们，现在日本的贡献者们在线上哦，嗨，哈鲁桑 ，Hello， 妈咪桑，哈哈哈。嗨，好 ，OK， 今天的场地是五营咖啡，然后这里是到时候等一下请大家上来提案的舞台，后面是五营的厨房，旁边和这边都可以坐，然后厕所在出门之后右手边，请大家记得常常洗手，然后在室内如果没有在吃东西的时候，请记得要戴口罩，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处于我违规的状态。好，除了现场的实体场地之外，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 online lobby， 就是线上的大厅。那我们这次是用 Jitsi 这个平台。那刚刚有讲到，有露露和小谢和子瑜在线上帮我们当 host， 当 facilitator。那如果你也想要当 facilitator 的话，就欢迎自由的到线上聊天室去帮忙线上的人了解现场在发生什么事情。好。那第零步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大家要连上 WiFi， 那大家应该都已经搞定了。第二步的话就是要跨越语言的障碍，那就像刚刚讲的，有这次有那个大家合作线上共笔翻译的一个文件，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随时都可以连上线上聊天室。OK。好，第二步就是要找共笔啦。共笔这是有两个连结，一个是 chinurl.com/fto/fto， FTO 太短了，所以打两次 fto/fto。所以你如果到这个连结的话，就可以到 FTO 的一本书吗？一个 HackMD book。那如果是电脑的话，打开画面就会长这样。左边就是所有过去和现这一次的 FTO， 所有你可以。所有你需要看到的这个资讯都在这边。那这个首页就是这一次的 FTO 所有的讯息喽。好，那下面第二个连接，这个特别重要 ，info sheet， 就是这是这次活动所有的流程、参与者，还有等一下的提案。提案在这边，如果你还要提案的话，赶快来登记。如果上面已经满了，你就填下面；然后如果下面还满了，你就继续往下加。应该没有人会阻止你。对，跟大众比较严格。对，国际交流都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哎呀，看连不到，你过来，哎，好，再来就是第三个 tab people 这边有这次所有的参与者，那就是线上和线下的参与者都有列在这边。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加上你的三个关键字，那三个关键字是 G0V 社群惯用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方法。那当然，你如果不想要填三个关键字，你也可以填别的。总之，这一份文件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的编辑。好，这个就是给不熟悉 G0V 或是不熟悉 G0V 黑客松或不熟悉那个面海松的大家。那如果你要提案，这边也是有个捷径 ，tinyurl.com 那个 FTO 220。好，刚刚讲过了，这就不要再讲了。好，如果是第一次来面海松的大家的话，要怎么交朋友呢？如果在 G0V 大松的话，会有贴纸，就是会贴说哦，我的技巧是什么，我的技能是 UI， 我的技能是 JavaScript， 或是我是写文字的等等。Pause for effect. Because we're in Tainan and we have a very airport, which is used to be military base, very close. So we will often hear a fighter jet flying over our head.So, back to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要怎么交朋友呢？今天没有贴纸啦，所以就请大家多多的跟彼此交流吧。因为 organizer 昨天晚上才想到没有贴纸，来不及了。其实在我车上。哎，糟糕，好，没关系。OK 的，我们今天人很少，不需要贴纸，大家就互相问问题。譬如说，你可以问说，刚刚那一位在台上提案的人，他刚刚讲了什么？
他刚刚的提案到底要做什么呢？我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个人，或说你是谁等等，就有礼貌就没有问题啦。好，这是今天有来的人，现场有来的，没有哎，网络上的好像有填。好，总之这是大家报名表里面填关于自己的一句话，我把它摆在这边啦。就有人是忘记报名的 organizer， 然后有人是 UI UX 这个艺术卷发猫等等的，嗯，大家可以看一看。中二这位来了吗？还没有，还在车上。对，好，跟所有的 GMV 活动一样，我们会有行为守则 COC。那简单来说就是尊重所有的参与者，然后不要做会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那比较详细的字写在这边，请大家自己到 slide 上面看。好，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就开始帮在做事的人或者在讲话的人做笔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贡献的方法。那我们刚刚讲到小谢开的线上这个即时翻译的共笔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就先去帮忙翻译。好，这是 HackMD， 现场有没有人不知道怎么用 HackMD？ 好，那就跳过，耶，OK。这个是 Facing the Ocean 面海松有连结的东亚的各个社群。那位，这个他的脸被遮掉了，没关系。首先就是 GMV， 再来就是 Call for Japan， 然后 GMV HK 香港那边的一群朋友，然后 Call for Korea， 还有一个韩国的社群叫 Nusu， 他们很酷，不过我们现在都没办法去首尔，真是太可惜了。好的，大家还没有加过，大家都有加到 GMV 的 Slack 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要赶快去哦。好，总之很欢迎大家。接下来就是今天五营帮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食物，那请大家尽量吃。那传说是尽量吃，越吃越多，专案就做越多，所以请大家不要客气。好。最后就是开源的这个分身乏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等等的 patch welcome 等等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的事呢，都尽量能够开源。那你如果做了什么，尽量提早的把它释出，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好 ，open source, open mind, open collaboration。好，最后要谢谢，这动画没做好，台南市政府啊，开放文化基金会，还有今天的场地的 host 五营咖啡。那么谢谢天，谢谢地，希望人人有坑入，然后坑坑有人入，对吧？应该没讲错。好，那你就是没有人。好 ，Happy Hacking， 谢谢大家。然后开场就这样结束了。